来自尼日利亚，在波兰工作，了解我在波兰的权利和责任。我来自摩洛哥，在波兰工作，了解我在波兰的权利和责任。我来自乌克兰，在波兰工作，了解我在波兰的权利和责任。我叫奥加马尔科，来自乌克兰，在波兰已经16年。Pierwszy idzie, drugi, trzeci, pierwszy, drugi. Obecnie mam dwie prace. 目前我有两份工作，都很满意。当音乐老师，还在咖啡厅做工。Mohammed El Mansour. 我叫穆罕默德·埃尔·曼苏尔，摩洛哥人，在波兰3年半。我叫埃曼纽埃尔·伊友和，来自尼日利亚，在波兰已经近9年。我在摩洛哥结了婚，我妻子不能住在摩洛哥，因为语言很难。她说：“你可以来这里，用英语你能成功。过一段时间你会说波兰语。”就这样。当我了解波兰，我想这就是我生命中这样一个时刻。我想去，你知道，赚钱，因为要学习，只是生存的需要。但后来事实上，我遇到了一个人，迷恋。有人说你毕业之后欢迎到我这里，就是这么回事儿。父亲打电话问想不想在波兰上大学，还不知道，我想考虑一下。当我回家，父亲给同事打电话，他帮我办到在波兰为外国人的罗兹语言学校，获得了一席之地。我问为什么先学语言，父亲说先要学语言，因为你不会语言就会完蛋。父亲买了票说飞机8点钟起飞，我回答：“我的天，我认为还有4天。”他说：“不，你马上就要上课，而你还在尼日利亚，立刻。如果你来到波兰，最好了解一下你的权利和责任，这样可避免问题。”І зранку, може, будеш, як не будеш мати уроків, то я ще раз задзвоню. Як не будеш. Так? Ну, то все, па. 一般是这样。斯特潘在那边工作，他一切都安排好了。好，我要去。他们不知道出发要做什么，可能会出问题。你必须争取、了解、读取、询问。然后他们感到惊讶，事情出问题。怎么回事？我不知道。那么你了解任何事情吗？视察员或视察队来公司，你是非法的，对于公司和员工都很不好。糟糕的是，也许你将不会在波兰工作。
所以不工作在这里做什么呢？那你就回去。工作努力 ,OK, 没问题。但你要度假，那么你对于老板和公司都是不好的。而这一切因为你没有好的协议。如果有好的协议，他必须给你度假。如果没有合同，什么都没有。我按照工作协议的内容来工作，我没有更多及更少的工作，书面的是最重要的。只有不认识法律的人会说 OK OK 对不起。如果我了解我的权利责任，我知道需要什么，知道限制，因此如果有人心悸，我说不会，这不是我的任务。因此更好争取一个合法的生存，有时这样或那样，收入少，但照顾一下并感觉正常。然后会到来的时刻，你感觉自己像正常人，就是那时刻肯定会来。不是你马上有工作，马上成为主人，你拥有一切，只要一步一步来。也许在开始会少一半时间，四分之一时间的工作，方式不同，不总是全职的，但要尝试。有的人寻找一个轻松的生活，上学时有女朋友，后来女朋友离开他们，就遗憾，没有毕业，没有女朋友。你必须学习或者回去，没有人欢迎你留下。你必须提防无良就业中介，他们通常答应很多，事实上完全不同。到达场所后，获得另一份较差的工作，不像答应的那么有意思。有一次采访，你在哪里认识你妻子？她有什么内裤？前两天吃过什么菜？如果你确实不住在一起，那就不会顺利通过这样的谈话。你要记住，工作中的老板和同事必须像其他员工一样对待移民，禁止歧视。他们看着我，就像我是波兰人，同样对待。没有人说，不，不，你不是。没有，我从来没见过。没想到我会有这种机会发展，我有好的女同事，我犯错误或忘记什么，他们提醒我，我和医生的关系很不错。负责雇员权利的组织提供帮助，当出现老板或公司的问题，可以去找他们说明情况。有些组织地点场所中可以学到尽可能的用来问任何指导咨询和援助的问题，最好就要知道这一点，不要害怕，不要这种恐惧。我看来人有这样的担心，他们去那里都会留下来。我的梦想是在一个给我开门的地方工作。 OK， 一份好的协议，好的条件，就是当我觉得这里是 OK。 一个梦想，和平的心态，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我总是有工作。今年我的梦想是通过驾驶考试并完成我的学业。保持健康，这是最重要的，有一个健康的家庭，这是我的梦想。了解在波兰自己的权利和责任，计划移民在实际中的权利，由欧洲为第三国国民整合的资金共同出资。国际移民组织